ัน这是汉堡吗？蛮饱的。小心又吃了火锅。对的。今天没有小心，对，今天他去了易云家。今天写枫叶。这是什么？感心康乃馨，感贴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感恩母亲节活动，可于五月九号当天开启浓情模式。火锅，我的眼睫毛已经下来了，谢谢法兰森的戳戳你，呀，戳戳你，今天也是戳戳你之日，晚上好啊，晚熊先生。五月九没有直播，对，有冷气还是可以火锅，它有冰沙可以喝。风眼中还看直播，现在有人在看直播吗？今天大家有买扇子吗？扇子还剩多少？晚上好哟，好哟，又卡卡，只看直播，只看直播，蛮多人多的，什么多多多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回家小心。在充电，对，我手机也没电，但我没有，我的充电线坏了。上次就买了，找人帮我帮你买，耶、yeah ！今天没买，今天没买，有买的人就。就有买了，我是说今天有吗？画到上面，画到上面就再买一支。
回来了。为什么法兰森突然改名字？是不是要充电？现在在充啊，过热是不是？好热。电风扇机怎么办呢？电风扇机怎么办呢？就让它二十一的戳戳你，戳戳你，因为英文太长，第一行断字很贵。天然是一戳戳你，戳戳戳戳戳，按不到，按不到，戳戳你，103，我们快要突破。不破，哎，又开始不稳，不念，谢谢米哈的花枝精粹。今天不是普通的不稳，今天是蛮不稳。手可以推。我记得有电吗？现在60%，它往下掉，电的关系吧，还是我先不要冲，我先等它掉到20%。哎呀！能掉到20%再充的，修，充到100%。他开始播车声，我觉得还是是晚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很卡呢？就电视为什么好卡好卡？
加 A 七加把劲 ，A 七加把劲。我现在没有在充电喽 ，A 七加把劲 ，A 七加把劲。我现在没有在充电喽 ，A 七没有交网络，有脚还是很卡，就是4G 也很卡 ，WiFi 也很卡，就是卡 ，WiFi 也很卡才。那你们这边也是卡？那我可以看到网路的吗？还是声音是顺的？变成5G 要怎么样才会变成5G？ 有办法就是说变就变了吗？换手机靠你们，靠你们买我的扇子。真的是安呐安呀呀呀安呀安呀卡卡卡卡直播，卡卡今天公演 MC 的进化了今天吗？啊，我觉得这今天吗？我觉得就是 NC 就是稳定就好，不需要突然变超好，这样会有落差，我们就稳稳的。安早安，谢谢枫叶。很久没有看到那个直播这么不稳了，我已经现在是休息的不稳，休息的状态，我在等他什么时候会好。安了很多次。
场那么卡，对啊，很少那么卡，为什么？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可是我这只没有连 WiFi 啊，所以应该不会吃到那个 WiFi。嗯，这么卡拼图拿出来。今天一边偷看摄影姐姐取景方式，你为什么要偷看摄影姐姐？你中间那个明明就不是。你中间那个明明就不是。今晚餐我吃了。刚刚有人说安安安安，我就说。白花的花最精粹。记得浪要重灌看看，没有更新的问题了。想看母亲节的大家，对，六月 reset， 现在是一戳戳你，一戳戳戳，在现在网络蛮好的时候，一戳戳。亮亮亮亮亮，今天差了很多。已经乱掉了，掉了，安全模式。五月该出了吧？对，我会记得生写真还没有开始卖，会记得第一天就业配线吧，不然我要怎么样？最后一天。现在就嘴巴动画，
发展，就要指定。发现业配很多人做墙头香比较好，可是有些人就很喜欢观望啊，就一开始看他也在后面跟小慧聊什么，没有聊什么，我们就是用眼神交流，就只是感觉不小心有些人就这时候抽抽你特效会不见吗？感觉会哦。他是不是没办法狠的侦测到？指定发方会犹豫，你们请犹豫要指定谁的，分配一下那个。要配给谁多一点？40%了，我刚刚充到60%，掉了20%，但我没充电，它还是网络不稳。曾讨论了很多东西，所以你要叫我想，我是想不太起来。手机一样，眼神交流比言语交流，就是用交流就好了，不需要用说的，用说的会说太多，我们就安静的眼神交流，静的眼神交流。吃饱血糖上升好睡，真的吃饱很好睡。用电脑看好像比较稳，我觉得应该是我只要不稳，就是大家都不稳。我现在还蛮顺的，妈。水镜先生，水镜先生，高中的用心电感应来交流。安静的看，不知道我们已经。再躺一下我的那个。眼油就要重新好了，为什么突然这么简单操作？突然这么简单操作？很想睡。反正我这个时间，我也不知道。再一次。因为现在是夏天嘛，夏天就是一个很容易季节。现在是莎拉的玫瑰，现在是阿奇兰戳你啊，100了。突破100大关，卡在一个回话听不到。
反正你一定没收藏，当然，我们就是没有。热身也没酸，我们就是让它酸痛。被主厨切换，对，破百，破百即可。为什么破百呢？这样会不会更容易？会不会更容易进去？为什么？其实不要去学习，不想下床是还好啦，大家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的那个，就是也比较没抱着。不要问为什么练习完脖子痛，今天不是脖子。什么练习完脖子痛？今天不是脖子痛，今天是这次这是哪里？这边痛，膝盖肩膀，这次没有脖子痛，这次没有脖子痛。NC 其他的 NC 讲的我已经不记得不记得晨曦晨六，哪来的晨六？那是二吧。我们这个叫做广播，我们已经不是直播。我们是广播。睡着会不会打呼？我睡着好像不会打呼，没有人跟我说过。你这边就是 NCCSCS。现在开始30分钟了，大家。我今天修图速度很快吧？因为我超不想修图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赶快修完。今天头发卷卷是不是有比较大卷？因为头发它卷了好多。可能比较多，平常都是半夜。好的，我也没有。那因为小时候重开嘛，重开会比较好嘛。我觉得重开好像还是一样，他应该就是叫我注定这么开吧。
Sauce 突然冲出来，我想说突然冲出来，应该大家会吓到吧？讨厌大家的相机，手机是很烫，还蛮烫的，超烫的那种。没有想到那么快，我这次也很快哦。那个结束散场完之后就。速速收，随时可以走。冰袋绑在 i 七后面。退冰这样子。没有这个。嘻嘻的戳戳你耶，剩99个，哈，不闻警告，901王子全身照，全身照，全身照，我还真没有全身照哎。你说是要有到鞋子的全身照吗？没有，好像没有。你要不要看一下有没有其他人拍？是不是其他人都也没有拍到全身？要六月，对，要六月才会有哦。开始顺，是吗？王子那双靴子看起来更好高，其实蛮高的。其实蛮高的，你还有握手会的要画，握手会的要画，还不错。握手会，握手会，握手会还有什么可以画？还是可以顺的，但是只是刚开始。做前辈很有感，或者会有五套衣服，好像顺。第二天的服装都还没画，我最近有时候想画画，但是我不太会画画，要不要教我一下？我超不会上色的，就画完是还可以啦，但是就是上色的过程不是我梦想中的结果。今天彩带被吹出去，因为我是用抛的、啊，因为我用丢的好像每次都丢不到，所以我就用抛的。我发现抛的好像。飞比较远，昨天的刘海吧，我那时候就一直因为学
画图，就是上网看人家，上网看人家讲。所以他一直说什么哦，你要用什么水彩，然后这样画阴影，然后涂一涂，拿什么透明。什么透明水彩？我想说透明水彩没有这个东西。你可以跟我用一样的 APP 吗？我没有透明水彩这个东西，然后就开始乱弄，乱弄。Q， 这边就是这样。我画这个的图，我画到早上四点，我从凌晨一点画到早上四点，就没有。而且我后来最后那个全部都是用拉的。推一推，我想说头好像有点大，推一推，当修图再推一推，把你的头推一推，后脑勺推一推，再找一样 APP。对，而且我发现黑发好难画，黑色的东西好难画。我一直在想黑色到底是什么？黑色到底黑色全黑吗？这样。难怪这么累，脑力激荡的剧。我在想是我的线太粗了吗？就是有没有那个感觉？嗯，虽然我画出来是有点 Q 版，不是那种啊。深棕色，那眼睛呢？棕色，那眼睛呢？我那时候就在想说，眼睛它要有那种，他们颜色真的是上色，真的是，我就在那讲上色真的是太难然后我发现我的手机触控越来越差劲。啊，剩21%，该冲。原本没有打算画 Q 版，怎么说呢？我也不太懂。但是我的手机用手机画，其实也只能画 Q 版吧。谢谢七月的戳戳，哎呀，哈，你线会不会坏掉？来喽，开始充电。98，阿嘞，打不了字。哼，触控不良，是。换滑鼠画也是蛮厉害，竟然不是用笔画的吗？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人，他传现实动态，他 tag 我是设计系画画员，配。那时候是真的很难画，这样画，这个没办法，画很细，我连画那个头的圆都画不好。成
Apple Pencil 最近在思考，不是说我要买电脑吗？然后就后来就这样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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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就在想还是买平板的。对，大家可以跟我推荐。有点都没有要专职，只是画开心的这样子。而且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真的是超不会上色。他们到底是怎么上色？这是用什么上色？哇哦！的那种感觉，哇哦！iPad Pro， 可是 Pro 很贵 ，Pro。看超棒，谢谢。啊，脚麻了。对啊，我又没有要拿来赚钱，设计一个圣诞 T 这样子，圣诞 T， 然后呢，修图这样，图，想要的东西太多，太多太多。第一次听到我脚麻，因为这个姿势比较容易脚麻。一项一项买起来，脚麻，等一下就好了，不然就让它继续麻下去。随便画，粉丝都会买。穿你就吃饱。不然今年许愿年底前买到，思考一下，再让我思考一下。感觉我就没有这么常用的。然后许愿树是什么图？他们是怎么涂的？有时候我就在想，是要先涂深色再涂浅色，还是先涂浅色再涂深色？然后要先涂深色再涂浅色再混在一起，还是先涂浅色再把深色混在一起？我那时候就是那个晚上，我就一直这样。他都怎么涂？他怎么涂可以涂的这么自然？啊，不想画，不想画，不想画，不想。跳舞的时候，迷人耶！在母亲节买给妈妈，然后自己用。我说，那个 Switch 你先拿回去这样子，那你买平板给我。他就会跟我讲说，你的钱就是我。
我的钱，我的钱就是你，钱就是你。要先上底色，就是那种水彩的感觉，真的是很强烈。它到底是怎么？感觉相反了，相反了。妈妈，然后我超不会分涂层的，我就是全部一坨的，那个涂层的。现在还有在玩，就是房子啊，就是房子。写西西的歌，大家的真情告白。Hello Hello Hello Hello， 还是我就画画人，不要画人类。阿贝桑今天开球，对呀、啊，阿贝桑今天开球。以后要小心，不能撞礼物。会撞礼物吗？不太，其实大家不太撞礼物哎。那可能还是会有那一天到来。制造优雅的。为什么制造优雅的相机？相机也想要。我手机卡住了，尴尬！哎呀呀呀！哈哈哈！点卡，他卡住了。啊啦啦啦啦！来买复习。我喜欢修照片。不喜欢拍，我不想拍我自己。哦，好，就是猫，我是一个这样。但我就不想要放着，因为放着就越放越久，就越不想修。所以我只想说，快点修，快点修，快快快！现在是今年最后一次度。为什么我在看推特？我不能看推特吗？我不能看推特，我不能看推特吗？我不能看推特吗？我只是出滑到处滑。
照片还有，我就不擅长啊，我就不擅长。谢谢贝卡的桌桌里，贝卡今天也来。但是为了追踪日本谁，就是看日本人都在做什么这样子，就是追踪一些日本的，就是会师什么，偶像团体，然后一些就是拍照的团体。他们要打扮很久，打扮的，好久不见 ，Hello。那不还是多数用推车？对啊。我韩国偶像用推特，还不是跟你报告回去？看过那场的 MV 吗？看过了。我很想晃，到处晃。耶！还是我明天应该是没办法早起。平常出门不会特别打扮，所以就很容易。我其实有出门，但是我没有拍照，因为我想说怎么拍就是没有我理想中的照片，所以我就不会发。因为我想说拍照就一定要我觉得那张照片，没有动力。就我很希望我的 IG 是好看的照片。但是就有太多那个没有办法。没办法，我其实有想过要不要放弃我的白框，但我就下不了决心。那满版是多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再正方形了。正方形好难抓哦。有些东西我会觉得它满版的话应该是蛮好看，但是很少字的是。直接上去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。比较早应该就会很早就拍照。我真的觉得自拍照不适合。画眼妆要多久？30-40分钟。他怎么轻松拍到满意？不要拍到自己，但你知道风景的颜色，你就是一多夸张都没关系，反正就好看就好了。反正但人的话就很难美。
占多数都是自拍照，是吗？你不觉得最近比较少？通常都是通常都是别人拍的照片。我就觉得就看腻了，然后看你不是拍，但是就应该要让别人拍那个画面才会比较好看。不然看这部片最的，因为我发现舞美真的很难拍照。大家有发现我把我的 IG 的那个什么精选动态的那个什么精选动态，我不太清楚，我有点，但是我补光灯不是补光灯的问题啊，就是背景的问题，它就是红红的。很难排版，很难。真正的想，对啊，就是想说，应该可以放一个，就是精选。那他是不是又要开始？5月12，有人今天跟我讲说5月12见，然后我还想说5月12是什么，他就说校唱，我说哦对，校唱，我懂啊，哦校唱，谢谢杜的戳戳你，戳。应该今年的小唱，我们之前也有去考中，中都没有，推荐一下，帮我推荐一下，希望学校可以请只限毕业生，毕竟是毕业演唱会嘛。登山了，对，我还问姐，
对，我还问姐姐说，姐姐那个大雪是不是要上山？但是我帮你查 Google， 就看要吃是要吃晕车药吗？她说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准备一下。我说，可是晕车药有用吗？是不是吃心安的？她说，对啊，吃心安。打开那个 Google， 发现哦好像蛮顺山的，好像就是蛮要走蛮进去的，所以我很好奇，那里的学生是住在学校吗？不然好像很麻烦。因为云层我看中，快滑滑不会晕车，但有时候就跳上来就在天地上会头晕，真的哦。但应该到那边就消了吧。更深想，加减吃喽，所以该买了是不是？该买。行程前晚要睡眠充足，不是吧？应该要不睡，然后去上车睡。网络不稳。你有看吗？我没有，你看得了吗？晚上去车上睡，感觉会很爆炸。我记得我当初。之前前四个小时我都在滑手机，因为我睡不着，所以我就放弃睡眠，我就全程滑手机，全程滑手机。车上会被吵到，会。加一下十一的，戳戳你，连接中没有网络。
好也不会太对，技术好应该就不会太。手机有没有讲完？因为我现在有放东西，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。Fine 现在有在看直播吗？啊，有在看公演吗？谢谢花生的戳戳你，嘿，九十一年次，还有一个年次。我要申诉，我要申诉，才拍的这么少。最近有发现全家有什么好吃就可以推荐吗？最近吗？最近没有，好像没有特别吃什么。怎么要知道可以吃什么午餐什么？现在吉米就要戳戳你，哇，九十了，哎呦，按不到，按不到，嘿，鳗鱼饭不要买超了，我有储存那个 PTT 什么便利商店版。现在金柚子戳戳你，我今天把阿潘打到鞋子掉了，我就明明打的是他的脸，又不是打他的脚。他就掉了他的鞋啊！啊，谢谢吉米做的戳戳你，哈啊！生日快乐！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哪里？全家吃冰淇淋，我还没有吃到那个什么东方美人茶，一直没有，就是经过这样。没有动力，没有勇气，打到肩膀，所以肩膀才会受伤。对，哎呀，突然大家开始送我戳戳，老板行行行，肩膀被打到，我现在很痛，就是穿衣服的时候这边很痛，就是如果衣服很重的话，我这样抬起来，那个衣服就会压到，所以就很痛。来，可是这个有点。近况，刘晓晴全身都是伤，大家可以去关心他一下。他不知道是去，他可能去打架了吧。谢谢 Fly 的 Love， 我还好，我只有一个伤，各一个伤，各一个，我只有一个伤。刘晓晴他自己还不知道他为什么受伤。谢谢吉米做的戳戳你。他的右手吗？好像是右手，好像是这边吗？这边是受伤了，然后这边也受伤了，还是这边，反正就是他的右手。我想说你是怎么这样用，全部都集中在那。这个伤，你说这个吗？这个就是被。就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，在最后搬家了的时候，丢完彩带，反正就是最后那一次的舞，然后就被打打到，就变很痛。他就这样从他的左手不是拿麦嘛，然后就从这边挥了一拳，然后就。被殴到，真的是好像被打到很多次，所以我就想说他也很蛮衰的，他蛮衰的，廖晴蛮衰的。打到一下这淤青。
因为那是骨头跟骨头的东西，等于说你的膝盖去撞到桌脚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脚跟脚跟硬的硬的这样的时候，你觉得？感觉，那很痛，因为是被麦克风打到，所以很痛。不是手，他如果是拳头的这边，这边就这样打到肩膀，就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但是是麦克风，所以麦克风很硬。那个地方，还好他没有找到我那个关键。我也关心的风，不然我可能手。所以那个没有刘晓晴，不知道怎么被谁打到。这是在牵引物的这种，因为麦克风，麦克风是一个很有重量的东西，所以你知道。拿麦克风的那只手打到任何人，他就是很痛，他就是很痛，不管打到哪，反正只要是麦克风是武器的话，就是是武器的话，就是很大风。已经变成武器了，对。看组织，你跟雨喵是不是差不多？最后一次副歌的时候，就不知道转去哪了。他不知道，他可能，所以我是没有撞到他。但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他，大家都不知道转去哪里。因为我看不到后面，所以。应该是后面的人会闪我，直接伤害，公安问题，我要戴护具上工，戴安全帽。我刚刚用着我的那个，公演结束，对，公演结束了，现在是贝尔福拉，我的在应该是在表演，麦克风先装个海绵，为什么？你说我们的麦克风上面装海绵，那个很像要唱卡拉 OK。他们的路线，因为那个很，就是因为他的脚要滑，然后又要转，所以你就很怕你的脚这样一往后滑，然后就绊到某个谁。的脚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大家的脚就会拌在一起。Yuki のハンマー、ハンマーはちょっと、ちょっと。还好。小心要曝光，这个吗？是普通的，整只装海绵就可以表演麦克风跑起，整只装海绵，所以我每次都不敢滑那个脚，因为我滑了我就，所以我每次都不敢滑到。这首歌衣装要戴安全帽，我知道。然后里面穿了几件其他件衣服，然后很。
壮的一个一套衣服的，看起来每个人看壮的一个一套衣服的，看起来每个人看起来都很。还没有很红，就是本来就这个颜色，应该是它比较黑，然后我现在脸有上妆，所以看起来比较白。王子，王子，殿下那么高的鞋子，舞蹈动作，我是觉得还好，我觉得他那个鞋子蛮稳的，因为他是靴子，所以还好，但是。因为有麦架，所以你要唱歌的话，你不能离开你的麦，你不能离开你的麦，所以你要一直这样。我的麦在这边呢，我要一直哼，所以我一大的话，我可能就我的麦就是那个收音会这样啊，这样子，所以就比较小一点。如果为了收音的话，我就只能小一点。算红了，今天没有很红，好不好？是想打个馒头？我刚刚打个馒头，我刚。是想打个馒头，我刚刚想打个，我在那，什么特别的？想说，今天是八号，今天是八号，今天是八号，十一号，十一号。妈，我其实反正大家又还没有看到什么叫做罪犯，反正只是挂名嘛。看清楚王子鞋，王子鞋就是一个白色的高靴，加上上面一个粉红色的毛毛这样子，毛毛这样子，靴加上上面一个粉红色的毛毛这样子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它就是靴子。没有其他特别的设计，竟然没有发现。我今天带了剪刀去舞美，剪我的刘海。我想说，好像还很久没有剪了，那就再带剪刀；没有剪了，那就再带剪刀。上面毛毛的还有两颗小毛球，没有毛球，它就是。一坨毛，羊毛毡的那种感觉，羊毛毡的那种感觉吗？那怎么形容呢？它就是一个羊毛毡，它是我简易的话给你看。它就是普通的鞋子的一个简易的话。
嘿，这样子，太久了，太久了，就是这样。这样，为了，可恶，没差，先这样，这样啊，哎呀，哼，他不触控不良，这边啊，这边，我一直拖回去。哎呦，超随便的，应该可以吧？那有理解吗？哈哈哈！讲这样，讲这样，我记得叫超速。的靴子，它里面是豹纹的，它里面是豹纹还有就是刷毛，所以那个靴子超热。它那个靴子里面是刷毛的，有个热，你那个整个脚踝都很热，大概穿到脚踝，里面是豹，对，里面是豹纹。那个鞋子里面是豹纹，要给谁看？帮你们介绍一下 Reset 公演的我的衣服，这样，帮你们拍细节，这样，这是我的衣服，反差的豹，我记得是豹纹没有错，那我就不发文了，这样，就不发个现实动态。大家有没有去留言？我发现我的 IG 完全没有跳那个讯息，就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留言。就是真的没有人留言，看你是，为了今天丢帽子给你，他自己有没有吓一跳？他自己有吓一跳，因为他丢了蛮歪的。你的蓝牙耳机掉进档，没有防水吗？没有防水就没有办法了。反应很快的升级导，对的。
还好我就是那个反射动作蛮快的。早上六点才通知。谢谢博翰的告白气球。谢谢，啊嘞嘞嘞嘞！谢谢杜的戳戳你，戳戳你。我想想今天还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讲。没有特效。谢谢杜戳戳你啊，谢谢佳吉的戳戳你。今天还有什么特别的呢？突然要想还真想不到。谢谢博蛋，博蛋是谁？博蛋是新来的吗？嗨嗨，谢谢你的戳戳你。每次新闻都没有通知旧的，今天会通知昨天的贴文。抖音，突然抖音，82。嗯。便当很好吃，今天的便当蛮好吃。我有把菜跟肉跟饭有吃70%掉，吃80%。你是新闻，今天第一次看公益，看出来今天的。便当蛮好吃。今天有海南鸡，有就是猪肉，猪我不知道那什么，反正猪肉、鸭肉什么腊肉，嗯，不知道，嗯，其他的，特别。今天你来看。今天有喝水，今天没有喝水，今天忘记拿水了，今天没有喝水。谢谢11的戳戳你，今天公演正常没有喝水。Sorry， 我忘记拿水出来了。这次有那么多新饭去看公演，我有看到蛮多人有拿应援扇。运动菜，对，靠饮料补充水分，对的，对的。觉得今天还可以，今天没有很超级累，但彩排的时候真的是要死了，就是我可能但彩排我去那个什么，决定不停歇。那个，这个，那个一用力我就觉得我的胃要出来这样子。我今天就感觉今天好像比较有精神。
该是我今天有吃便当，有吃蛮，应该是我今天有吃便当，有吃蛮饱这样子。还好，除了啊上场前我的膝盖很痛以外，还有有点冷，还有就是很热，很热，很热。我第一次觉得那个星空的错误后面的那个外套很热，我就一直好想要把那个外套脱掉。比以前差一点是你的错觉吗？嗯，确实可能比四月累一点，但是觉得还好，但比彩还好。吃的好吃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因为我很常啊、哦、四月之类的，可是四月我其实蛮好的，虽然我没有吃很多那个便当。膝盖痛风湿，对啊，是不是风湿？就是我坐着坐一阵子，然后我站起来，我就膝盖就痛，我走路就会膝盖就会痛，左脚。然后我跳的时候就还好，跳完就还好，暂时还好。然后又坐下坐一阵子之后起来，就会发现我的膝盖又开始痛。我想说，发生什么事？骨头怎么了吗？不知道是跪下之类的吗？是接地气，我的膝盖一直接地气，所以它是不争气，我的膝盖不争气。现在都，我觉得毒蜘蛛真的是伤膝盖。毒蜘蛛应该是最伤膝盖的一首了吧？其他都比较少，最伤膝盖的一首了吧？是，也在地上，但好多是两只脚。膝盖不争气，我膝盖不争气。谢谢瑞龙的玫瑰。你今天杜武送了很多戳戳你，哒哒哒，因为是最后一次是吗？最后一次是什么的最后一次呢？哎呦，80。地板太强硬。膝盖有旧伤，我膝盖没有旧伤，我膝盖没有旧伤。张的小鸡，蹦蹦蹦蹦，是地板太强硬。感心康满心，练线练的没有好不好？练远线练到有旧伤，练远线练到有旧伤。旧伤不就是要以前的伤，然后练累碎，然后好像没有了，好像没有，没有，好像没有了。梦之中有一个大家一起弯腰的动作，你的右手会放背上，应该只是，我想想哦，你说那个吗？噔噔噔，特特特特特特，哦，好像哦，会哦，会放在就是放在屁股后，要放在哪里？我都不知道我的手要放，所以就是背着。忘了放下，没有，我应该是每次我都背着，每个月都要跟地板接触，就是对，
谢谢戳戳你。有算错吗？没有，对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发，我感觉想说这样很奇怪，所以我就背起来了。谢谢伟哥的真情告白，大家来找茬，看看跟上次有什么变化的。冒出一个，你说突然有一个麦克风在背上，因为麦克风蛮明显。谢谢傲强的康乃馨。主播晚上好，谢谢，晚上好 ，Fly Hello， 谢谢你的 Love。结束了北极星，很认真的看功能。谢谢感性康乃馨。因为我用抛的，我没有用丢的。我就想说，因为我之前在侧边，我前两次在右侧边，然后我那时候我就用抛的，因为我发现用抛的可以不用瞄准，没有瞄准问题，所以抛的可以不用瞄准。然后发现抛的意外的丢蛮远的时候，我今天就想说，因为前面我发现前面的很难丢。前面的很难丢，因为有风，然后就一直很担心，因为很久没有丢前面，我很担心丢不到，所以我就用跑的，然后就这样看着它，因为我不太清楚它是这样往上飘，然后这样垂下来，还是它真的有出去，然后我就想说它有出去吧，然后就发现它好像有出去这样，去吧，然后就发现它瓶子本来就不一样。林雨说他忘记脱了，他说他搬家了的时候才想起来。我说怎么会？你怎么会忘记脱裙子？瞄准粉丝，因为丢的很远，我不知道用抛的意外的飞蛮远的。他可能咚咚咚咚就出去，因为抛的是这样上去。这样，所以应该比较远，因为用丢的话会这样。而且冷气还帮忙飞更远，对，因为抛是往，因为抛往上，那我以后都用抛，所以是没有什么关系。对对，往右，因为我那个站位其实很微妙，它是在柱子的正前方，我就在想说柱子的正前方我到底是要丢给谁，然后我就偷偷往右，不然我。真的是不知道我可以丢去哪里。第二个答案，他好像在噔噔噔噔飞。可以叫洗手。才那能顺畅的展开，说不定。牵到掉断带，我想说他是什么？他牵到跌倒是不是？我想说他
为什么从椅子上不知道去了哪里呢？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我就想说是我拉太紧是不是？可是我又没有感受到就是的感觉。阿丽来跟你们交叉，哦，有一条一条，我忘记那条黄色的是谁了，反正就有一条黄色在地上，然后前面那个人就在，我就看他好像很想捡，但他又不敢捡，然后就想说他可以捡，但是他好像不敢捡，然后就一直很好奇他到底会不会捡，就一直这样看他，就看他会不会去捡那条黄色的彩带。可能拉太大力就分出去，意外的彩带好像蛮长的，后来有捡起来，后来有捡起来。他前面都捡，他前面都拿阿潘的铲子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为什么那一条不知道是不是阿潘的？反正我不知道是谁的，反正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不捡，那为什么不捡？戳戳你，杜鲁升级了，阿远明就有阿丽的扇子，他后来突然有我的扇子，我觉得很神奇。明天有会去看 Daisy 的人吗？谢谢花生的戳戳你，戳戳戳戳戳。不会，有吗？花生，你的扇子是英族标配，应该要买一下吧。那怎么还没有卖完呢？我在想他会不会卖到六月，卖到六月还没卖。会呀会呀，明天陪妈妈吃午餐。没抢到票，有办法看三场，就是蛮会抢票，你可以去对抢票。昨天没的。电量不足，低耗电的模式。是，好像是跟别人不一样，但还是会就是关心一下嘛，关心一下嘛，毕竟这是第二场。抢票靠朋友，安起来吧。明天会去，还好有抢到票。剧院，下次卷扫完，下次还有。真就扫掉了，现在就是一人买两只这样子，然后、看到新粉丝来了之后就说：“啊，你没有扇子是不是？要不要买一下？”这样子，你就可以卖给他。只是先清掉这样子，先清掉，但实际上呢，感觉还没看过公演。
公演下一次好像是20吗？6月22什么的，20、21，扇子能往，扇子不能往，这样子。不让你今天送都没关系，不能这么宠，不能宠，这样以后他们都不买，不自己买。谢谢戳戳你，谢谢支持代购。那个数字君非常的那个热心助人。谢谢傲江的康乃馨，对，你看人送，你饭就直接送了。没有。看公演的门都没有。对啊，海外就只能待在这里。忍耐，可以先看 HR Festival 6月27。你还是会挑人吗？是。你眼前发现前面这个人在看另外一个，这个在看另外一个，你当然就是看那个拿你扇子的那个，不然你看着他就特别。别看手灯，手灯的话是远处就只能靠手灯认了，因为彩色在山顶的话看得到，但扇子在山顶就看不到，所以你在山顶你就真的只能靠手灯。其实我大多数都看中间比较多，因为不太会看下面，但其实也蛮常瞄到，毕竟公演蛮长的。1点开始，大概3点的时间，大概两个小时，看下面的几率还是蛮多的，所以其实也还好，就是这样，我这样晃来晃去的机会蛮多。彩色很明显，彩色就是一个跟大家不太一样的。独立的一个，我超级独立的一个颜色，整只是彩色的，知道？有没有发现你坐在女性席呢？不是我介绍的时候怎么了吗？呀吼！お疲れ様でした。Hello， 刘小晴，全身满是伤痕，刘小晴。谢谢林国的戳戳你，林国结束了吗？公演看完了吗？75。呀，阿虎满是伤痕，刘小晴。扇子直到拼图的时候，旁边的人才告诉你可以放下来休息一下。对着钢铁，看完《Bell Flower》的大奖。
呼哈腔，晚安。满是伤痕，伤痕累累。第一次音组侧排，体验真好。侧排的感想是什么？国树，请说。国树今天的口罩颜色很特别，害我很在意。最后那个，最后看的时候就想，哇，这个口罩好不像你会戴的颜色。虽然知道你们要吃热炒，我也很关心你们啊，关心你们动向哎。你特别挑了红色的，哈哈哈。对，他还说很烫。粉红豹纹，粉红豹纹，他有他那个淤青什么的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继续看电视，请回去看电视，带着火锅味看电视。很烫，但还是在补。对，他说他的手一直抽筋一样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其实说真的，你偶尔可以做一下侧面。反正正面就是先看习惯了这样子，然后到侧面的时候，你才可以说啊、哦，这个动作是那个动作的。不然的话，你第一次就是看侧面，你可能就想说，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动作？在公园抠还被禁止吗？没有被禁止啊，可以。可以喊哭，侧面看表演，侧面还是看表演，侧面就是看那个小眼神，身受重伤，没有身受重伤，他还是有办法好好生活，只是他那个就是那个伤不知道从哪里。一次三下，这次才成。可以喊。你就会发现大家就是这样在偷看，这个偷看，看你在干嘛呢？看其他人在干嘛？有什么呢？哦，我们本来想要梦之中。我跟阿潘的桥段，我们本来想要改掉，但是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刚才彩蛋是以最后彩蛋的尾巴来算是谁的吗？这个的我是不知道了，你们要不要先去外面打一架？我就是，假如说那个彩蛋有三个人抓到，那你们就三个人平分好吗？啊，如果他不要的话，那你们就两个人平分。啊，如果他也不要的话，那你就一个人独占，还不错吧？这个提议还不错，啊，卷起来就是一卷嘛，怎么卷起来就是一卷？哎，不要打架，脑海里打架好吗？不用真的打，丹婷没那种烦恼。是被拿过，最后是猜拳决定。哦，一半，还是我们切几等份？还是，好吧，不然就猜拳这样。其实上面粉丝的值还比较多，就算了吧。彩蛋就只是一个那个，就是。握着的那个彩蛋是只是一个那个就是握着的那个过程。那个吉米周的戳戳你，打一场了，打一场。
什么彩蛋，然后才输，然后就走心这样。中间给的饭菜比较重要，对啊，反正他那个彩蛋上面也没有特别写什么东西，彩蛋是自由的，彩蛋他想去那就去，反正我就是握着那个绳子。千里走法子，彩蛋。反正你还是可以捡到其他卷来。精品中卡住了，精品中卡住了。我发现这个卡住的几率越来越低了，就是你们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看。常年跟柱子相亲相爱，你这可是也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。上面如果有纸笔的话，再来抢好吗？分三段也没有用，每一段都有，根本没有什么手法，我就只是捏了那个团的端前端，因为我的网路卡住，是因为我的网路卡住的吗 ？Sorry。靠建构中间，然后不会被柱子挡住人。野的演唱会上面会，对，有的演唱会上面会印子，但我这边的是不是没有印子？好像都是树，就是没有东西。天人，知道不？哎，纸笔的话，可能空气枪比较有机会。通常那种东西用球，哎，球的话就很难一人抓一脚了。球就很难一人抓一脚。所以球的话，可能比较好。开脚，所以球的话可能比较好。怎么？我不希望我的数字军真的是那个军，好吗？不要这么会打架，不要这么会打架，好吗？水秀来台湾，之前工人真手来台湾的时候，那个也是有特别带。想着隔天就卸掉，还不能带。公演有玫瑰花，我怎么记得好像有，但是那个玫瑰花要回收。球的话想起来更可爱，球吗？投手手套进场，你知道大哥有卖专人说？我可能投手手串，我没有特别。你是好人不打架，应该是你打不赢吧？不换。塑胶花要回收，哎、欸，剧场是丢真花，丢真花，丢吗？那谁丢假？NMB 的要回收，对，我记得我听说有的要回收。提供练舞，很超超。不利用，很合理。
回收应该就是去，就是你拿着，然后工作人员可能会去跟你收回来吧。谢谢，花子精粹，文明人不打架的啦。文明人会有其他的犯傻的，握手会对你比较好的。真的没人要抢。结束潮，公演结束潮，不用情报，抽出你剩73，为什么少算了一个？三，外国人，外国人的感觉，外国人是怎么样？外国人的感觉，外国人是怎么样？在哪国人？都在当女犯，对不对？到台北又服要公演，比较轮廓比较深，是不是要说再见的时候？谢谢花生戳戳，差不多是三个。要吐槽什么？快！我刚刚吐槽什么？我刚刚讲的什么？吐槽。光爱情，你不在上面了，请你走，你没有卡在上面，你卡不住了。应该要穿衬衫才是的。吐槽丹丹，吐槽丹丹。丹丹，吐槽丹丹。丹丹，为什么大家为什么大家要进攻？再丢一次吗？看你想什么时候丢都可以。反正我们的目标就是有一天会有特效，有一天会有白色情人节的第一段 solo。 我每次都很，就是我每次都在思考我要怎么坐下才会比较好，我看着做我也很奇怪，啊我不看着做又怕做不到一次。母亲节影片，我昨天就一直说你真的要减肥，然后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减肥，我说你不行，你不能再胖下去，你给我减回50公斤。他说没有办法，我减不回去。我说你不行，你是我妈，你要减肥，你要身材管理，
谢谢吉米做的搓搓泥。对，反正我妈也习惯，她习惯我她不用的标签。再卡住四百，你刚刚已经卡住很久了吧？卡住几率，对啊，我觉得卡住的几率很低。那你不行，不行，你是我妈，你也不能这么颓废，你要减肥。喜欢我讲闭嘴，我也没有那么常讲闭嘴吧，没有，我还是有矜持一下，就是还是不要讲比较好的，但是有时候就有点没办法，就是他就在我阻止之前他就说出来了，想染发真的很吵，他说了好几次他都没有给我去染哦。你不要给我浪费，我说你不要浪费钱，你染什么奇怪的头发？带99去留一下，对妈妈才有。我是想说，这是主题是母亲节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就是要留点口德？但是我没有控制住，就讲出来，哈哈。跟要求本是要减肥呀，妈妈也需要减肥。你吃饭零一，你就要减肥。为了什么？为了我。对，颜色都不一样。他突然跟我说，还是我去染白银白色，最好是有办法。跟恋爱粉丝也要减肥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们不会。伯汉教一下他们减肥。为了你，你可以看看法兰真的是双下巴会猖狂到什么时候？比我猖狂的。因为想到我会说你神经病哦，真的是的。我应该不会跟他走在路上。我后续努力中，这就是踩点，踩点就会变胖。踩起来。发现都拿去指定，然后你就超过200块，你就喝个饮料撑一餐这样子，70几块。现在就是拿中绿，下次我就是你照我根本看不到，就是那个拍照的时候就可能看得到。大家下次可以拍个合照的，我可以帮我标个名字好不好？你可以就是寄给我，你不用发在外面标名字，你就寄给我的那个版本有名字就好了。哈哈，我真的是太久没有看，真的会忘记。三餐早吃点，上次200活一个礼拜，200活一个礼拜蛮厉害。下单看。当然还是会变三下，三下巴是什么东西？合照健康。当初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还会合照，最近就比较少，最近都是其他人比较长。很久不见，大家怎么都变圆了？
基本正常。拒绝我说，没有好吧，我哪有这么坏，我哪有这么坏。粉丝越来越瘦，没有越来越瘦，我已经下不去了，大家，我现在是就是只能 keep 三下巴，三下巴，另外一个很难。别下来，公司不要拖别人下去。你那有多少人可以握到？我还是会握的，好不好？我还是会握，但只是我可能就是会就是追一下，这下是不是胖了？去运动之后感觉有长肌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每次去，但是我每次回来就是酸痛，但我其实还是没有，就是它，我不太有那个形状，就是它，我还是软的。但应该软的比较好吧，不然等它变很硬的时候，就真的是消不掉。谢谢，这要怎么念？Wilson， Wilson， 谢谢，看好你哦哦哦！想到明天要吃烤鸡跟披萨，你还敢吃？我也想吃啊！就反正我也没有特别的想要有什么鸡肉。没有肉可以变成鸡肉，对。太没体能，对啊，太瘦了。嗯，也是。现在变瘦一到两个，你还是背离嘴变胖，是吗？是吗？你皮肤是不是越来越差？透了讲，透了讲。没吃火锅也会有下下巴这个，要只能继续讲话这样。越南餐，今天吃了越南餐。为什么越南餐会胖？喝乳清比较快。不用，我那个小腿肌已经很发达，我怕我喝了它会长在不必要的地方。跟我练的上半身，结果长的肌肉是在小腿上，我就会。你都狂喝饮料？你是去火锅店喝饮料？他包容他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已经努力让他就是消一点了，但他没有办法。我发现我只要走个路的，我的就可以感受到我的小腿。嗯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饮料好贵，小腿表是当然的，小腿我可能所有。肌肉形成都在我的小腿上。小迪的小腿其实也不好多、啊，他应该也没什么在按吧。小腿所以，只要我们在穿高跟鞋的情况，但我真的很懒嘛，真的很。
骑单车也会增加消费习惯，还可以。其实你消费已经好有好很多了吧？比以前的话是9:18，是不是可以念牌？后面比较顺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但我好像没有电充。那颗感觉没很明显，但其实我穿高跟鞋的时候，穿拼图的时候，那个小腿肌还是在。缓解小腿肌就是拉筋跟按摩，我是不是应该去买那个按摩的按脚？今天的噔第十名是志宏，谢谢志宏。再来研究一下大家小腿肌。吃胖一点就小腿肌会不见之类的。第九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。第八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第七名是七月，谢谢七月。第六名是阿奇拉，谢谢阿奇拉。突然的念牌，没有，我刚说我要念了。第五名是贝卡，谢谢贝卡。第四名是十一，谢谢十一耶。第三名是花生，谢谢花生。第二名是吉米猪，谢谢吉米猪。第一名是杜，谢谢杜。谢谢今天来看公演的大家，谢谢来公演玩看直播的大家，谢谢没有看公演还来看直播的大家。耶、yeah? ，我的，谢谢。没有真的就加好，我会期待你们的 Riffle。你的 Riffle 就是我滑 IG 的动力。今天辛苦，今天有去看公演，耶、yeah.。晚安，再来就是我，笑唱。暨南大学的笑唱，还想要吃咖喱一起，我吃咖喱一起。要是很，哎，我的好的，努力看看。下次公演的票还好像还没开始卖，好像还没有公布什么时候卖的样子，但日期定了，好像是20跟21号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不然的话可以买6月27号的票，也是可以。虽然不是公演，是 HR Face。对，还没 HR Face。SRF 是不是没有写说他几点到几点？反正就大家可以看就看吧。在 Face 前一周 ，Face 前一周，所以是礼拜七。下次直播间，看速度那么无法，是前业绩没了吗？还是二期也没了？我记得二期是不是还可以买？单买二期的还有是不是？前业绩没了，对，下一次直播应该是礼拜，忘记了，礼拜二吗？礼拜二晚上7点。虽然买签约，但你还是买了套票，控制不住。套票与签约饭，与签约饭切，对，剩6月27单买的。你们不知道什么？我刚刚说什么？
没有优惠的价钱的27号的票，笑场前夜景。播晚一点，这样我就可以不用睡觉，然后上车睡觉。我最近能不能两天都是单身到不要去买？现在是好像看不到，没问题的，到不要去买。现在是哪？买到但是不知道本番价钱。人生总算已经好，去问问他。好的，大家，下礼拜，下礼拜一，粉丝2300。拜拜啊，大家。拜拜啊，大家！这要是看如何写人。